有些东西嘛，大家的看法都是约定俗成的。你可别给我搞歧视啊！我知道你呢，消息灵通，可能知道内情。可是庄家这孩子，我真见过，长得尊，性格好，其他都不是问题啊。你这心态真让我刮目相看呐。其实吧，我是有点犹豫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甘心，后来再一想，还去他的。 都什么年代了，总不能为了这点缺陷，我阻挡着两个孩子的缘分。能不能把自由还给我？我这双手就是为绘画而生的，既不该学计算机，也不应该帮家里卤鸡。只有纯粹的艺术，才能安放我的精神世界。在这点上，季三蛾子都比您懂我。哎，哎，精神世界，我看就是精神病世界。吃饭，吃饭。 我现在就把这个懂你的给卤了，我让你知道你妈还是你妈。哥，说点正事呀。哥，说你。哎，咱老规矩啊，你看图说话，给我说点好听的。这第一章呢，倒是阳光普照，有点幸福甜蜜的意味。妥了。别急，爱情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对，冬至最重要的呢。 是抉择，要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，是有希望的，但是抉择过程是非常艰辛和痛苦的。嗯，这倒正常，冬至不是小孩儿扛得住。啊，看第二章，这个人拿了一盏灯，旁边还有一根拐杖，准，太准了。 这说明庄家的孩子一个人很孤独，他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，他的心思很重，尽管他想用学习啊、思考啊来安放精神世界，但是不能如愿。总之，我觉得呀，这孩子不是特别开心的那种人。是吗？嗯，怎么没看出来啊？第三章，这个女人很奇特，气场也很霸道。 他可能会在这两个人的中间。第三者啊，哎呀，别打岔，这个形象呢也没有那么坏，我只是说他会在那两个孩子中间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个女的不重要，不管了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我们家冬子跟庄家这孩子，他们缘分大不大？这个我怎么说呀？你就照直说呗。 所以你问我缘分大不大，我才不只是大，弄不好还会是过命的情分呢。东哥、海哥、希伦，今后估计再没什么机会和大家共事了。这就算咱们散伙饭了，但认识你们就是我的荣幸，敬你们。 没想到这顿都不能陪你喝个痛快。自己人，都理解。我在咱们单位干了4年，一滴酒都没碰过，所以万一今天喝大了，别见笑。希伦，嗯，不久的将来，是不是该轮到你请这顿散伙饭了？哪儿的话啊你！我最近正在苦心磨练技艺呢，我可从来没想过辞职的事儿啊。 不像你，急着嫁人。得了吧，干咱们这行，谁是强扭的瓜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身上没我们那味儿。不是，你这个逃兵，你还好意思说我啊？海哥，你给评评理。嗯，我身上怎么就不带味儿了？什么味儿啊？确实没有咱们殡葬人的风骨。嗯，你说的对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们这是欺负新人？上午的时候。 师傅也说我没激情，不是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是依据什么呀？那我跟你说说海哥。海哥在殡仪馆开了20几年的车了，搬运、更衣，这些事情都得他来负责。中国男性遗体的平均体重是75公斤，女性是65公斤。完成一套完整的作业流程，一具遗体至少得被移动5次，这还没有算增加的服项。光看数值，海哥的运动量甚至都不输专业的运动员。 所以你觉得海哥对这份职业有没有激情？哦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敬海哥。
庄严，找你两圈了，麻烦坐好了，回家吃。不了，再听会儿。啊，不不，再吃会儿。哟，师傅，认识啊？那拼桌呗，热闹。不输。德行，酒量见长啊，喝这么多。哟，小鸡陪你喝呢。说回到激情，陈麦冬是这个。大家都一样，别聊我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很多人都是从你身上才找到干这行的动力。方希伦，你不知道自己摊上了个多好的师傅。就说去年，东哥处理的特殊遗体不下5次，每一次都超过15个小时，还不算他去外地帮忙处理那些更棘手。咱们省骨骼复原术的整套技术都是东哥带来的，没有他，那些意外死亡的人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体面的走。如果没激情，没热爱，他为什么做这些？你少喝点。少喝点。我是真的不明白，女生为什么过了25岁就一定要匆匆忙忙谈恋爱、结婚，又为什么因为结婚就得放弃喜欢的工作呀？我说出来可能没人信，我真的对殡仪这个行业有感情。我曾经照料过的每一个人都像我的朋友，我甚至能脑补出他们的人生，也很清楚他们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。来，别太难过了，张欣。回家了。这些经历都记在心里，不用苛求其他人都能够理解。肉体腐烂不过是死亡的另一个真相，用视觉和嗅觉提醒我们肉体的脆弱。佛教里就有僧人通过观想腐尸对生命保持警觉。这怎么观啊？尸体在不同的腐烂阶段会有不同的相貌，膨相、坏相、血涂相、浓烂相、清相。僧人用这种方式，用以达到永久抑制自己欲望的目的。我得去值夜班了，先走了，慢点吃。却被